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啊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229页倒数第四行。华严宣谈，为诸法何故世事无碍？这是一个问题，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诸法是一切法，为什么一切法会世事无碍？世事无碍的境界出现在十宝庄严图，在一真法界。那么我们这个世界上有没有？该诸位说有。我们这个世界跟一真法界、跟十宝图无二无别。那为什么我们看不到？实际上就在面前，就在当下。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又说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。这说明佛法是平等法。佛果地上所居住的智慧神通相好，这把一切法全包括在其中。佛有，我们人人都有，所以佛才说众生本来是佛。那为什么佛那么大的智慧神通道理我们都没有了呢？佛告诉我，不是没有了，自性里面本来居住的，它永远不会失掉。那为什么不能现前呢？是有障碍，把它障碍住了，不是没有，
啊，譬如这一盏灯，灯很亮，你把它用纸去包，包100张，包1000张，一丝毫光明都透不出来，不是它没有光，光在里头，障碍去掉了啊，光明就显现了，就能照见万法。啊，这障碍是什么呢？佛说有3大类，障碍太多了，无量无边，总归拿成3大类。第一大类叫无明烦恼，啊，总名称就是烦恼啊，啊，无明，无明就是你不放光了，你照的摄用作用失掉了，啊，放光的时候，与事出世间一切法无所不知，无所不了，全都通达明了，啊，就是无始无明。这个东西让我们的光明不现，啊，不是灭掉，不现，它障碍了。第二大类的障碍呢，是叫尘沙烦恼。尘沙是比喻多，这个烦恼是分别。啊，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首先是迷，无明是迷，迷了之后就起念头，这个念头是分别。第三种严重的，最严重的执着，那就佛在华严上告诉我们，无明、尘沙、执着这3大类的烦恼，你要把它通通放下了，啊，自性里头没有烦恼，烦恼是妄心里面生出来的，妄心就是无明。无明怎么来的？大乘教上佛常说，一念不绝。这一念不绝了，我们很难体会。学佛，甚至学了很多年，对这桩事情只有一个很模糊的概念，啊，所以它不起作用，不能帮我们破迷开悟，啊，一念，什么叫一念？释迦问弥勒菩萨，心有所念，我们凡夫六道里众生起个念头，这叫心有所念。佛问，这个念头里头有几念？换一句话说，单独一个念头你没有概念，多少个念头聚集在一起，纠缠在一起，哎，你心里头有个概念，这叫一念。啊，佛后面还有即念，这一桩事情；即相，第二桩事情；即时，啊，它的原文是心有所念，即念即相是也。这一句话问了3桩事情，第一个问多少念头，第二个问的是几相，
像是物质现象。后面又问即识，识是什么？识是受想行识，是精神现象，与这个念头有关系。啊，问这么一个问题，弥勒菩萨回答释迦牟尼佛。其实佛菩萨问答都是教我们，我们问不出来。啊，这问题佛问出来，弥勒菩萨来解答。弥勒菩萨说，一弹指有32亿8000年，这一弹指32亿，100个千是10万，32亿乘10万，320兆。这一弹指有320兆个微细的念头纠缠在一起，让我们有一个一念，哎，有个念头的感觉。其实这个感觉还不明显啊，它太细了。现代的科学用秒做单位啊，时间用秒做单位，一秒钟能弹多少次？我大概可以弹到4次、5次。啊，有人告诉我弹到7次，我相信。啊，年轻体力强，啊，弹得快，一秒钟弹7次，那320兆乘7，2100兆。换一句话，这一念呢是2100兆分之1秒，啊，一秒钟里面有2100兆次的念头生命，前念灭，后念生，就在面前，我们怎么知道？根本不知道啊！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宇宙的真相。这个里头你看，他首先说的念头，然后讲的像物质现象，物质现象从哪里来的？从念头来的。念头从哪里来？从一念不觉，就是那一念来的。啊，一念没有原因，突然发生，发生之后它就不会停止，前念灭，后念生，念念相续，相续就是佛教讲的心，啊，心理现象有受，说是感受，啊，苦乐忧喜的感受，啊，又想，想是你能想过去，能想未来，啊，行就是前念灭，后念生，啊，他不停。前念跟后念不是一个念头，所以它不是相续相。相续，前念跟后念完全相同，前念跟后念不同，就它不是相续。啊，我们在近处看，好像是相续。如果从大面积上看呢，就知道前年跟后年不一样。啊，不要说太大，我们就整个地球这个现象来，你就晓得，啊，即时实在，这样高的频率，啊，2100兆分之1秒，前年跟后年。所以大乘经上佛说叫相似相续相，啊，绝对不是完全
相同。这个问题被现代量子力学家发现了。量子力学家非常感慨地说，科学在地球上发现400多年了，一代一代继续不断接触去研究，一直到最近20年啊，才发现了物质是什么，搞清楚了啊，宇宙的奥秘也，物质到底是什么，物质从哪来的，为什么会有物质啊，没有想到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已经把这个现象讲清楚了，讲明白了，跟他发现的完全相同。我看到的报告是德国的量子力学家普朗克的报告啊，他一生专门研究物质，是被他发现啊，80年前科学家发现原子，认为原子是物质最小的单位，啊，在这80年当中，科学技术可以说是突飞猛进，啊，尤其是观察的仪器越来越精密，啊，用这些最新这些仪器把原子打破，原子不是最小的物质单位，打破之后发现它是原子核、中子、电子组成的啊，它不是最小的。现在科学有能力把原子核打破，把电子打破，把中子打破啊，它们都不是最小的物质，发现有粒子啊，叫基本粒子，几十种之多啊，这些东西还有能力把它打破啊，发现的更小的东西夸克啊，夸克组成了这些基本粒子啊，夸克也有70-80种之多，很复杂啊，再把它们个别打破，发现更小的物质现象，叫微中子。微中子再打破，物质没有了。啊，那么这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。佛经上讲，物质最小的现象叫极微生啊，就是科学家发现的微中子啊，佛教它做极微生，也叫它做极微之微，这个东西不能分了，再分就没有了，物质现象没有了，他们把微中子打破，物质现象没有了。看到什么呢？看到是念头波动的现象，于是物质真相大白，他们宣布结论，结论是什么？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，物质是假的，物质是从念头生的，
佛经上说，相由心生，色由心生，色跟相都是物质，物质从哪来？物从念头生。那这个问题解决了，那念头从哪来的？为什么会有念头？啊，现在科学家只观察到念头生灭，它太快了。啊，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频率是2100兆分之1秒，现在科学的仪器大概可以能捕捉到1000兆分之1秒。啊，佛那个时代没有这些科学工具，他怎么知道的？啊，那么今天科学对于精神这个部分有念头还不清楚，只知道它生灭频率非常高。啊，佛经上讲的是2100兆分之1秒。那为什么会有念头产生？这个还不知道。啊，佛都有说明。佛说，念头是从业相生的，这是佛家讲的阿赖耶的三细相，一念不觉产生无明，无明就叫做业相，业是个波动的现象，整个宇宙都是在波动现象当中发生的。波动现象产生了念头，念头产生了物质，啊，物质产生了宇宙之间一切法，啊，一切法归纳不外乎这三个，啊，佛家的术语叫阿赖耶的相分、见分、自证分，啊，那么它还有个名词，自证分叫阿赖耶的业相、转相、境界相。境界相是物质，转相是念头，叫阿赖耶的三细相。大乘经上佛说的很清楚，用第六意识，就是思想，啊，我们的想象，这个第六意识的能量非常大，对外能够圆到宇宙的边缘，对内呢，可以能够圆到阿赖耶的三细相。科学家用的是第六意识，阿赖耶的三细相。境界相被他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。啊，现在是第二步，就是念头。我们相信20-30年之后，他们会把念头的现象搞清楚。啊，然后从念头从哪来的？这就是宇宙之间的能量，啊，能量是佛经上讲的自信的心得，自信本来具有的德性。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，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。这就是佛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啊，那么第六意识能源
缘到阿赖耶的三细相相内，缘不到自性。佛法里面讲明心见性，他不可能做到，但是明心见性才能解决问题，才能真正得到受用。那么科学发现这些东西也能得一些受用，这个受用不是圆满的，是有缺陷的，这些作用有局限性的，它不是无碍的。你看欢迎事实无碍，科学还是遇到障碍，不究竟不圆满，真正究竟圆满是智慧，自性本具的智慧德相现前。佛家的教育，我们叫佛陀教育，佛陀教育的目的最后是教你成佛，成佛才是毕业了，拿到最高的学位。所以佛法里面的佛陀、菩萨、罗汉，这什么呢？是佛陀教育里面三个学位的名称。最高的学位叫佛陀，第二个学位叫菩萨，第三个学位叫阿罗汉。好像现在的大学，学士、硕士、博士。所以它不是宗教。宗教里头承认有一个创造宇宙的神，人不能跟神平等。佛法不是的，佛陀这个学位每个人都可以拿到，只要你把障碍自信的这个东西放下，就是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这三样东西放下，你就成佛了。你自性上的障碍没有了，智慧、德能、相好，统统恢复。你本来就是，跟世间教育不一样啊！回归自性，恢复性德，性德有无量智慧等等。与认识字不认识字没关系，与读过书不读书也没关系，他叫你放下。书念得多，字认得多，也是一种障碍。这个障碍不是烦恼，叫所知障。你要执着你这些知识，也成了障碍，不能见性。所以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演，我们看他的传记，他19岁出家，他是王子，舍弃王位的继承权，舍弃宫廷里面富贵荣华的生活，他去当一名苦行僧。知识分子，喜欢学习，这个放下就是放下烦恼障。真的去学习，学了12年。印度在当时是全世界宗教之国，宗教学术都是世界第一流。他通通学过，学了12年，知道所学的这些知识不能解决问题。
把它放下了，这叫放下所执障。去干什么呢？菩提树下就入定去了，啊，通通放下。这一入定，开悟了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正如他自己所说的，自性里面无量的智慧德能相好通通流露出来了。啊，出定之后就去开始教学。啊，教了一辈子，每一天讲经教学，没有一天休息。讲了49年，啊，他是79岁过世的，啊，我们中国算虚岁80岁，他所讲的这一切经，谁教他的？没有人呐，印度那个时候没有佛教啊。宗教很多，最著名的婆罗门教啊，但是当时的印度人无论是宗教或者是哲学都喜欢修定啊，他们有相当深的定功啊，当然释迦牟尼佛也学会了婆罗门的4禅8定，在禅定当中能够见到这个3000大千世界没有障碍啊，定中的现在所说的空间维次全都没有了。空间维持从哪来的？分别执着来的。啊，定中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所以这些障碍突破了。啊，各种不同空间维持，他全见到。这就是婆罗门教所说的28层天。下面还有恶鬼道，还有罗刹修罗，还有地狱啊，全都看到了。这现象从哪里来的？都是人自己变现的，实际上完全没有啊，自性是一片空寂，美妙极了。这种现象都是人造业，业力变现出来的。造的善业就三善道，造的恶业就变三恶道。啊，这就搞清楚、搞明白了。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境缘当中随缘自在。不受外面环境干扰啊，啊，佛陀教了49年的，学生里头程度不齐，啊，最优秀的达到跟佛陀差不多的境界。啊，中等的那就证得阿罗汉果，有能力超越六道轮回，算不错了。那还有一部分的，对于六道啊有留念，舍不得放下，那就依旧在六道里面
轮回。啊，轮回它有善根，它有善行，只在善道，不堕恶道。啊，那么释迦牟尼佛的教学，对于一切众生，通通有利益。你喜欢什么，他就能帮助你满你的愿。有这个能力啊，确确实实像华严经上讲到的，理无碍，事无碍，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。为什么？唯心所现，物质是显现的啊，大乘讲的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有十法界啊，佛菩萨声闻缘觉，诸天修罗，人恶鬼地狱畜生，有十法界。十法界从哪来的？唯识所变啊，唯心所现的是第一次变现的是一真法界，唯识所变的变十法界，变六道，识就是分别之处。那换句话说，我们对一切法不分别不执着了，就超越六道。就超越十法界。啊，所以佛教的教学最重要的是教我们看破放下。看破是了解事实真相，然后假的放下，真的掌握住啊，假的放下，真的就现前，真相大白了啊！所以我们学佛之后，把这段事情搞清楚了，佛教讲的什么？啊，我们可以把释迦牟尼佛一生四十九年所说分五大类。第一个是伦理，第二个是因果，第三个是道德。这是释迦牟尼佛普世教育，就是教化世人的啊，让世间人都能得到幸福美满的一生啊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这是教学的目的。那更高的呢？这是现在所说的哲学、科学。啊，我学佛从哲学入门。啊，因为年轻，受学校教育影响。认为宗教是迷信，啊，所以没有接触过宗教，啊，不相信宗教，啊，早年在台湾，我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，当代一位哲学家。他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，五个单元，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，我非常惊讶，我向老师请教，
佛教是宗教，宗教是迷信。啊，尤其是佛教，佛教是多神教，是泛神教。啊，高级的宗教只有一个真神，没那么复杂。多神教、泛神教叫低级宗教，它怎么会有秩序？啊，老师告诉你，年轻，你不懂啊。他说：“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我们从来没听说过。那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。”啊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我就是跟着他这个，啊，入了佛门了。啊，老师告诉我，200年前，中国的寺院庵堂，那些出家人都是专家学者，都有很高的道德涵养，啊，真正的智慧，有智慧人，但是现在没有了。啊，现在要学佛经哲学，到哪里学呢？经典里面学。这他指给我的路子啊，你到寺庙里面去，他们不学了，不研究经教啊，所以教给我要从经典啊，大小乘宗门教下，从这里下手啊，要找适合自己程度的，适合自己兴趣的，啊，那就很容易入门。因为佛教是个大学，科系太多，什么都有，啊，内容太丰富了，绝对不是一个人一生能够学得完。啊，那么他推荐给我的法相为师，佛教在中国古时候有10个宗派啊，现在小乘2个宗派没有了，大乘也是有名无实啊，没有人认真去研究，研究的理论理念跟方法都有问题啊，所以这是我们遇到这个时代，沉船如何延续下去，这是当前最大的问题啊，最严肃的问题。这个道怎么传下去？它跟中国传统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啊。佛教到中国来，把中国传统文化大幅度向上提升。啊，佛教教学的理念、教学的方法，儒接受了，道也接受了。啊，他们的修学以什么为目的？以开悟。能够开悟的学生当然是少数。啊，所以老师从前是私塾老师。私塾老师教学是个别教学啊，所以一个老师教的学生大概一般不超过30人，超过30人呢应付不了，而精神不够用啊，30个学生呢
能够培养十个，慢慢再淘汰，当中能有一个开悟就不得了。啊，开悟有小悟，有大悟，有大彻大悟。大彻大悟的少，小悟大悟不少。啊，悟怎么开法？悟是自己本有的，不是外来的。啊，自信里头本有智慧的相，哪用到外？外面没有，外面是知识，不是智慧。智慧是从内里头往外开的，啊，是自信的宝藏，真正了不起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啊，要从戒、持戒、得定就开智慧了，所以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。啊，定是枢纽，慧是目的，啊，持戒是手段。啊，那么他的理念最高的指导原则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方法呢是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着重那个自见，自见就是开悟，不是老师讲给你听的，不是别人教你，不是的，自己悟出来。啊，求这个，自己悟出来之后，再去读书，再去看别人的注解，啊，听别人的讲演。为什么？你一听就明白，他哪里讲错了，哪里讲对了，他的程度误入在哪一个阶层，你都清清楚楚。啊，所以龙树菩萨，这印度人，释迦牟尼佛走了以后700年，出生在南印度。啊，这个人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明心见性之后，在学习释迦牟尼佛的经典，49年所说的经教，他只用3个月。全学完了。这一部大藏经啊，我们能相信吗？能，凭什么？中国也有啊。啊，唐朝时候，中国禅宗慧能大师，那也是个开悟的。他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啊，所以他不需要看释迦牟尼佛这些经典，但是这些经典里面意思他全知道啊。你要不相信，你拿一部经念给他听，你念完了他讲给你听啊，所以叫悟后起修啊。没有开悟的之前呢，是求开悟啊！啊，这个理念方法，儒道学去了，把它继承过来了。啊，儒家45经也是叫你一门，这40老先生教书是叫你一门。啊，但是同盟的时代呢，他可能叫你学很多门。但是一定是一门一门的学啊，同盟叫你背书不讲解，背了管什么用呢？会开悟啊，背书的目的不是记啊，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也，孔子都不赞成。
啊，一定要有悟处，悟处什么？活的，活的才管用啊。孔老夫子开悟了，他讲这东西跟佛没两样啊。你看孔子的学生微笑，什么叫笑？什么叫仁？这都孔子常常讲的。孔子大夫学生，每一个学生大夫的不一样啊。这是活的，都不是死的。现在学校考卷都一样的，啊，标准都一样的，这不行啊！多少天才被买卖掉？啊，悟得深的人大得深，悟得浅的人大得浅。所以夫子对每一个学生看到他们的根性，你是什么根性，给你怎么讲法啊，学了之后何学何用，他就落在生活上，就落实在工作上啊，厨师待人接物他全用上了啊。那近代我们看到海贤老和尚去年才往生，这个人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！没有人说我知道，我看碟片我看出来了啊！他不认识字，一生的工作是种田，是农民啊，没有做过金蝉活死，没有做过法会啊，小庙。每天早晚就是拜佛啊，烧香拜佛念佛，没有其他的任何活动啊。天亮早饭吃完之后田里面工作了啊，那工作什么？修戒定慧，修六度，修普贤十愿别人看不出来。这个碟片我看了30多遍，这一本《无量寿经》上所说的他全做到了啊。所以我告诉大家，那个碟片是我们大乘无量寿经的总结，要把它当作一部经来看啊，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，一年不要中断啊，每一天念10000声佛号，10000声佛号大概要2个小时啊，每一天看3遍，你看上一年你的心就定了，定生慧啊，所以不能知道太多，知道他的心是杂的，心是乱的，生什么？生烦恼。清净心生智慧，平等心生智慧。所以中国从前叫学生背书是修定，这个意思一定要搞清楚啊！背书你就不会有胡思乱想了啊！不背书你会胡思乱想，叫你背书，那个背熟了，背得很熟，那是附带的，那是副作用。正的作用是叫你把妄想杂念打掉啊，是修定的一种方法啊。所以如果真的能够定上10年，海贤就一句阿弥陀佛，他不认识，没有听过经，也没有读过经啊，他什么都知道。师父教导他不许说，他也很老实很听话，他就不说，偶尔露一点
一般人看不出来。极高明而道中庸啊，在这个时代，学佛要想成就，用他的方法，比什么都好。所以，那是修学经宗最好的榜样，真正的模范。住在乡村一个小庙，破旧的房屋，小庙只有四五个人，都是一些务农，务农那个也是修戒定慧，修六合，修六度。啊，他种植的面积开荒，种了100多亩地。啊，寺庙需要的很有限，拿这个生产所得到的粮食、啊水果蔬菜，供养乡下的穷人。接受他供养维持生活的成千上万人啊，叫人就是叫人念阿弥陀佛，什么都放下，讲得很清楚，什么都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啊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决定临命终时往生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真有，阿弥陀佛真有，啊，他念佛92年。有人问他：“你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？”啊，他怎么说的？我很多次要求阿弥陀佛了。带我到极乐世界，老佛爷不带我去啊，说我修得好啊，要我表法。这话听懂了没有？好多次，那就是他老人家见阿弥陀佛不是一次。92年，我们想讲，当年慧远大师，我们净土宗初祖。一生见阿弥陀佛4次。啊，你要问我海贤老和尚见佛多少次，我会告诉你10次以上，不会少过10次。啊，他真有信心的。啊，他有耐心的，表法真的做出最好的榜样。啊，最后的表法是教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要和睦相处，就家和万事兴的。在家庭要和，在团体要和，在社会要和，啊，工作里头要和，啊，中国人这个和字非常重视，佛也如是。佛家讲六合敬，要求每个人都能做到啊，没有怨恨心啊。要知道现在人做错事情啊，这个作奸犯科不能责怪他啊。为什么没人教他？无量寿经佛说的很好，现人无知，不舍道德，无有余者，殊无怪也。这就是劝我们，看到别人做错了，要原谅他。啊，他的父母
不知道，祖父母也不知道，曾祖父母也不知道。啊，大概到高祖父母知道一点，做不到，你怎么能怪他？生在这个动乱的时代，活得多么辛苦啊！所以要原谅啊！有机会学习传统教育，学习佛法，佛法是活的，要活学活用，真正能帮助我们解决一切问题。为什么？它智慧啊！中国传统教育是智慧，佛的教育也是智慧啊！智慧能解决问题，没有后遗症。智慧离世无碍，世世无碍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！所以我们要依照传统老方法来学才管用啊，新的方法只能得到知识。去年我参加斯里兰卡在巴黎教科文组织举办的卫塞节，完了之后我们去访问法兰西的汉学研究所啊，才知道欧洲的汉学第一个汉学院是法国的，英国比他们要晚三四十年，他们是最早的啊，院长教授还有几个学生给我们做了三个半小时的时间交流啊，我们告诉他我们在马来西亚也创办一个汉学院，他问我们怎么教法啊，我说我们的教学方法用中国传统的理念方法啊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啊，这个方法管用，他们非常惊讶。结果才知道，他们的汉把中国汉学拿去当作古代的文化来研究，与现在不发生关系。啊，是研究2500年前中国人这些文化，听到我们学了管用，现在他非常惊讶，现在还管用。我说不管用，我学它干什么？啊，你说这古人东西的时候，现在不管用，我们不想学它。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，没有那么多的精神，管用啊，学了马上就管用啊。啊，那么这些都是受科学的影响，不但外国人他不知道，中国很多学者专家也不知道。啊，我们在十几年前提倡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《十善业道》啊，就有一些知名的教授来问我，问我提倡这干什么？啊，为什么不去学
四书五经十三经，我举了个比喻跟他说，我说四书五经十三经乃至于四库全书，咱们放在天平上，放在这边，这一边呢我们就放弟子规、感应篇、十善业道，小小三本，我说它是平等的。他感到很惊讶，这怎么能平等啊？我说夫子教我们，学习要遵循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，我说那在这一头，后头独行在这一头。如果那些东西通通学了，你都用不上，跟你生活没关系，跟你工作没关系，还不如这个能用得上，这马上管用。这次他就明白了啊，智慧的教学它不是知识啊，一定要落实在生活上啊。啊，方东明先生讲得很好，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我学这个东西我没有得到最高享受，那不要白学了。这不能不知道，学了马上就管用啊。所以我告诉法兰西汉学研究所的这位老教授，我告诉他现在要救急，我们要帮助这个地球化解灾难，帮助他化解冲突，带领他走向安定和谐，这个他愿意听的。那怎么办呢？汉学里头有一部书《群书治要》，我们把全部的精神，我给他讲十年，我们汉学第一个十年落实在这部书上，把这部书学透啊，把它讲清楚、讲明白、讲透彻啊，通通能落实在生活、落实在工作、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，全用上了。在家，在自己身心修养，啊，健康长寿啊，家庭和睦，事业顺利，啊，社会安定，国家兴旺，天下太平，我们干这个事，大乘佛法能干得到，中国传统东西能干到，啊，那就济唐太宗做的这种好事情啊，他选的这个东西是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精华，66部典籍是经典的精华，从这个精华里再提炼出来啊，我们现前所需要的啊，提炼出来精华之精华，这话不是我说的，我们人微言轻，你不相信啊？汤恩比说的啊，在访问日本时说的，我看到这个报告我非常喜欢啊，他的确不愧为一个历史哲学家，对东方、对佛法、对中国传统底下，他有深刻的认识啊。他说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就是现代社会，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说的
得非常有道理啊，让我们对传统文化升起坚定的信心啊。我在伦敦访问给三个学校学生教授啊，在一起分享的时候，我问他们，他们不敢表态。我说：“唐恩比，你们英国人，他有没有说错？”有没有说对都不敢表态啊。最后我说话了，我说我了解你们的心情，为什么不敢表态？汤恩比的名气太大了，不敢提反对意见，为什么不能承认？对这个有怀疑，既然中国东西这么好，为什么中国人不要？我说不是没有理由啊，中国人不要了，有他的历史因素啊。最近两百年前，中国人要啊，没有人不读古籍啊。这两百年，西方文化传到中国。年轻人啊，看到西方的科学技术基建，看迷了，把老祖宗东西收获了啊。这个原因要知道啊，你要一深入，越深入觉得它越快，越深入越欢喜啊。然后第一个求自己啊，没有学，生活在烦恼苦恼的世界，学了之后自己会生活在很快乐啊，每一天发喜充满，这就不一样了啊。家庭和睦，家和万事兴，用在你公司很好，你的公司很好，兴旺起来啊。北京胡晓林做到了啊，苏州吴念博做到了啊，都把它落实到公司里头去啊。用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《十三页》教导所有员工啊，大家都要奉献，自动自发啊，公司欣欣向荣啊，每个人都把公司当作自己家庭，公司老板把所有员工看作自己兄弟姐妹，关系不一样了。用在社会，用在国家，用在全世界，什么灾难都化解了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提早一点下课，我还要准备行李，明天访问印尼，31号回来，这个月底31号回来，谢谢大家。